我是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的，损害党、损害国家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。我还叫他们去了解我的历史，我以前在地方是干什么的，我也是搞保卫工作出身的，从80年回地方，我也参加过地方上的维稳工作。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地位问题上面处理得很坏，说不好听他们叫乱作为，如果说他们是不作为还好一点，我认为他们是乱作为。他们在平常的对那些老兵了解掌握的情况不到位，就出现了这个乱作为。最后他们没有办法，想用通过那个旅行社来阻拦我们这次行动，要求要旅行社取消我们这次行程。你说他们这些人是干啥？算得上是共产党的干部吗？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资格。我想通过这些事情，作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，要对参战这些老兵，他们真正是想什么，他们真正会做什么，我要求他们平时在这做工作的时候，要把这个思想工作要做到位。